HN 的帮友们，大家好，我是袁爱飞。拍了很多服装，然后我本人最喜欢的一套呢，就是有戴一个帽子，然后那个衣服呢是有点白底，然后黑色蕾丝的，然后配一个黑色的大腿袜。因为我本人呢的穿着是喜欢走个性路线，所以我觉得有个性的性感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觉得那套衣服还蛮适合我的。而且就是我最近很想尝试那个各式各样性感的大腿袜，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戴帽子以及配上黑色吊带大腿袜的造型最袁爱飞。走小女人带点小性感的路线，所以就是决定要改名成为袁爱飞。那希望呢大家会喜欢我的新名字，也会喜欢全新的我。